身地狱，头抬不起来。欲观你身为人师，不知廉耻，兼营学生，罪大恶极。现在叫你头顶覆石，垂头丧气，不要见人，才不会无休。劝世间为人师表者，不论道师、学师、业师，是农工商无师传习，则业不精，师徒如同父子，应以礼相待，不可越轨，以免招天谴。杨善生继续发问。杨。